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今天我们要来终极二选一的 2.0。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经纪人艾娜帮我们出题，就不会像上次我们这样球员兼裁判，然后两个人感觉超有默契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经纪人听到这个任务，他很兴奋，他每次都这样，然后他又露出一个邪恶的神情。对啊，我们平常有欺负他吗？我不知道，而且他就说嘿嘿嘿，我知道，然后就人就飘走了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。对，我有点紧张。对，等一下就要来请他陪我们录制这个短片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听第一题。你要拥有10公分长的耳垂，还是3个鼻孔？这是10公分吗？差不多。我已经选完了。3、2、1，我要耳垂。不是我在说，因为你把它比出来之后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时尚，就长型耳环啊。对啊，然后你跳舞的时候，可能还会有一个很特别的 waving， 有没有？就这样，耳垂舞。对啊，只有你的耳垂舞，只有你的跳的耳垂舞。然后那边这样甩。然后那个万圣节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扮猴族。猴族。对啊，真的，滴滴滴，滴滴滴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这样，就我觉得很有型哎，一整排的耳环不是很帅。对啊，好，下一题。你要一辈子不洗澡，还是一辈子不洗头？好，我选完了。好，3、2、1，不洗澡，不洗头。不洗澡身体会很黏，很不舒服哎。可是我头真的很容易油。可是就是把它全部绑起来，看不到就算了。就不行啊，这个不行，不行。哎，你在 S 吗，艾娜？是不是你不洗澡，我不洗头了？对对对，那两个人聚在一起，好黏哦！你都不要碰我，你不要碰到我。下一题，如果要待在一个房间里跟100只蟑螂相处，还是3只半身大的巨型蟑螂？都是蟑螂，我不行。哎，半身大。好，我选好了，我选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我已经选完了，你要勇敢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3、2、1，100只。因为我想说，我可以击败蟑螂，可是怕蟑螂。问题是，如果它是半身大的蟑螂，就很大只，很可怕。我知道它很大只，它搞不好很可怕。也因为它很大只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躲起来。你要躲去哪？你躲起来会有个缝缝啊，缝缝大小啊。可是如果100只，它就是无孔不入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因为他说一个房间，他要讲，所以你知道我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那100只小蟑螂。可是它会爬，因为它太满了，它会爬100只而已啊。我不行，我认为我不行，我就是一只一只的杀，谁到我面前我就杀谁这样子。100只一起冲，你又不可能一次打100只。我就是跟他硬干到底，而且会飞，会爬到你头上。我跟你讲。那个大蟑螂搞不好像异形一样，就是它搞不好有特殊的能力。你知道有时候它那么大的时候，它搞不好就没对我的眼睛的来看，它就不像蟑螂。好，来下一题。你要有花不完的钱，还是用不完的时间？3、2、1，花不完的钱。为什么？就你如果时间很多，但你没有钱，我觉得很惨。你还不如就是时间有限，但是你花钱花得很痛快。而且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可以为自己多节省一些时间。我是在想说，时间那么多，但他如果时间用得不精的话，你是一直在浪费掉，然后很对对对，就跟那个 Lucifer 里面有一个那个亚当死不了一样。对啊，很痛苦，所以也会很痛苦。下一题，你要有可以跟动物沟通的能力，还是精通各国的语言？我选完了，3。好，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。1，各国语言。我也是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谁要跟动物沟通？动物沟通不能赚钱的、欸。有啊，可以当宠物沟通师啊。我不要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两个宠物沟通师，你看你都讲得出来很多，可是精通各国语言讲不出一个。对，讲不出一个。你只能说他精通8国语言。可是没有啊，他说动物语言哦，所以说动物他搞不好也可以懂猩猩，可以懂大象，可以懂就是。不要，我还是要选精通各国。好，下一题。你要有总共52颗牙齿，还是上下排各2颗，总共52颗牙齿？我选完这很简单，这个不就是为谁而出的题目吗？对啊，就有52颗牙齿那个人啊。3，是啊，2、1，52颗牙。哎，想不到我们跟他是同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52颗你可以拔，可以拔，但拔掉多。可是2颗有植牙，植牙比较贵，我觉得拔牙比较便宜。对啊，我觉得拔牙比较便宜。而且我觉得会只生出2颗牙的人，应该是钙不够多，所以只有2颗牙。
两个，你嫌弃兔子哦？不要这样。对、啊、对对对，52颗，嗯，支持你，52颗，嗯。下一题，你要一天长10公分的鼻毛，还是你要有长出来像钢刷一样硬的腿毛？3、2、1，腿毛，鼻毛10公分，它不会一次长10公分，它会慢慢长出來。所以就是你可能早上才刚修完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开会的时候，开会的时候，你在跟你老板讲话的时候，鼻毛就这样窜出来，就在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冷气在吹。来下一题，你要有事业、爱情都超成功，但是只能活一年，还是单身又有点穷，可是你可以活很久？这个好难哦。我觉得这个好难哦。好，3、2、1，活一年，就是精彩过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绚烂过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听起来有点像一个悲伤的故事哎。对，我跟你讲。对，好好，下一题。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要放弃一个人，你要选择放弃谁？第一个是曾经救过你一命的好朋友。第二个是愿意为了你牺牲你很深爱他的爱人。3、2、1，救过我的人。对，我要放弃朋友。对，我要放弃朋友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我选这题好像不会怎么样，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真的救过我一命啊，或者什么的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不能这样说，是假设他真的救过你了。那这样我们很忘恩负义耶。可是你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另一个人愿意救我啊，不是吗？另一个人，对啊，为你牺牲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当然是选爱人了、嗯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会选你哦，乖狼。好，我也选你了。好，嗯，下一题，你要有脸上没有毛，还是头上没有毛？3、2、1，脸上没毛。头上没有毛。你没有眉毛，你没有睫毛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你会被霸凌，你从小就被霸凌。我从小我妈就带我去纹眉，可是你还是很奇怪啊。你跟其他小孩比就很奇怪啊，那眉毛好奇怪，没有睫毛，没有，你可能就会被大家发现你都戴假发上学，大家不会发现，小朋友不会发现，他就把你的头发直接扯掉，他就发现你是光头，太霸凌了吧？你要哭了吗？我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那个才会霸凌，想拔你睫毛都没有东西可以拔。好烦哦！一直想怎么霸凌别人，好了。对啊，你好坏哦。好好好，来，是哎。欸呼吁大家好不好？小朋友不要随便霸凌别人哦。对啊，下一题，你要有满版的瞳孔，全黑的那一种，还是你的瞳孔只能像小珍珠一样大小？小珍珠很枯窑哎、欸，就是那个珍珠奶茶，对对对，就很白，然后就一颗的。对对对，好好，我选好，我选好了。来，3、2、1，小珍珠，这很简单啊，你就是戴瞳可以戴瞳孔放大片，可是如果你满版的话，就没得、啊，就会长得很像万岁。不是，很像外星人。来下一题，你要一辈子只能喝水，或者是一辈子只能喝饮料，茶、咖啡啊、果汁都包含在饮料之内。3、2、1，水要喝饮料，这样你就会变臭臭的女生了。嗯，那不喝水就会臭臭。我可以喝茶，还是臭臭的。这我想喝饮料。你想喝饮料？暂停。你要选每餐都只能吃同一种，随便你选，你也可以很高级的菜，或是你每一餐的餐费只有50块。3、2、1，高级的。50块真的太少了。50块现在能选的东西也非常的少，可能也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就会变成，就会变成说每天都是一样东西，就是很 cost down 的平民版跟没有，我觉得这已经是穷人版跟那个就是高级版了。对啊，你反正都只能吃一样东西，每天只能吃一样的。对啊，我选高级的，更选高级的。嗯，聪明，精打细算。你要有漂亮的脸，加上超级壮的金刚身材，或是你要有超级 man 的脸，加超性感的身材。这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了。嗯、来，3、2、1，金刚芭比。我选脸。对，漂亮，你至少在健身界，你可以说健身界之花，對啊對啊，健身界女神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有一席之地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你长得很 man， 就是你要说你是什么？辣妹界的猛男。什么？好，下一题。你要有50公分的手指，还是50公分的腿？你不能截肢什么东西，就是要把它带出门。
3-2-1，50公分的手指。哎、欸，可是你如果选五十公分的腿，你去吃饭或者去游乐园都半票哎、欸。大部分的东西设施都是给，就是你会觉得脸很痒，你很烦哎、欸，然后弄弄耳朵，哎呀，不要弄了，好痒。下一题，你今天有一个获得一笔钱的机会。你要选择30%的机会获得1亿，还是90%的机会获得100万？3、2、1，一亿。我跟你说，100万，先撇除通货膨胀好了。你要是90%拿到100万啊，如果你是10%那个没拿到100万的，你就会很生气的想说，我早该想我就选1亿了，搞不好我还会。还有30%，对对。那、啊、反正你70%没中是70%，因为那是70%。而且我觉得100万是人有办法，就现在人有办法努力赚到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1亿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努力就可以有的。那我不如就投机30%看有没有1亿、啊。没有的话，我就安慰我自己说，啊，反正本来就只有30%啊、哦，很低啊。对啊，那几率这么低，我本来就不会抽到啊，很正常啊。啊然后如果100万，欸、你有10%机会没抽到，你抽到10%。会崩溃到哭，对啊，很生气耶。好，来下一题。你想要拥有超美好的爱情，还是超成功的事业？来3、2、1，美好的爱情，我还是选爱情。对啊、欸、可是你有钱就可以一直换人呢、欸。你想换人？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是说，如果你有钱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但有爱你会过得很幸福。我选爱，我刚刚选爱啊。我刚刚选爱，但你有下一题，你有犹豫的感觉。我没有犹豫，你替另一个选项感到犹豫。我没有犹豫。OK， 好，下一题，你要选择有口臭，是那种刷牙只能维持清新5分钟的那种严重程度，还是你要每5分钟放一次臭屁？3、2、1，口臭屁。那口臭你可以戴口罩。我已经想好策略，就是你可以就是尽量让自己永远都出现在人群中。你以为浓屁是人群中可以解决的吗？你这样怎么让人群都觉得谁放臭屁？但就是没有人会知道是谁啊。可是如果你有一对一跟老板就是我跟你说的对话，那就叫啪啪啪，这样老板就不会找你，不是很好吗？来下一题，心灵出轨比较严重，还是身体出轨比较严重？啊！3、2、1，心灵出轨，我不能接受你，我不能接受你心灵出轨。是肉体出轨，你可以比较起来的话，可以。哦，你是在乎爱不爱的部分吗？嗯。可是我觉得肉体就是你知道，我会觉得你跟我在一起，然后你去跟别人怎么样，我就觉得我不要了。可是我就是在乎的是你。只要心里，就算你没有跟人家肉体出轨，但是你脑袋想着想要跟别人怎么样，不行，对啊，不行。其实这两个都不行啦，只是硬要比的话，就是可以马上处理掉，就是证据嘛。对，就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是选不能肉体哦、喔，所以你要是跟别人怎么样的话，就现行犯直接掰掉、喔。那我现在很吃亏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灵出轨，有时候我搞不好不知道。莫名其妙哎、欸！下一题，你要有超级服帖的直发，还是要超级无敌爆炸的自然卷？3、2、1，直发。你、欸、头发全部贴在脸上，就是这样贴在脸上，那超直拉超直，直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！然后你想要拨开都不希望有静电。你超烦的。你从小就爆炸头，你很容易被霸凌、欸、而且让你穿脱毛衣，就是你脱下来穿下来，然后头发很贴，然后有一只这样飞起来。你这样穿脱毛衣的时候，因为头发又太少太轻，所以会整个这样，就是会这样啊，这样啊。然后你要压下来又下不来。可是我觉得就是直发还是比较好整理啦，卷啊、追求好整理好不好？以上就是我们终极二选一的2.0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哪一题印象深刻吗？就出轨那一题啊！干嘛？好凶哦！觉得生命受到威胁。这是兔子很凶，都没有人相信。我觉得生命受到威胁。我还没等到你身体出轨，你心里出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好可怕、啊。那你呢？我是喜欢耳垂那一题，手指那一题，就耳垂跟手指，我觉得很赞哎。对，我现在弄你脸了。
好啦，大家如果有什么二选一的选项，跟你们对于这些题目有什么答案的话，或者印象深刻的题目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啊，跟我们说。是的，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，想要说拜拜。